每一种菜式都包含了厨师的专业。我每日都会细心去挑选食材，无论煎、炒、煮、炸，每一个步骤我都做到一丝不苟。对味道的执着，对卖相的坚持，就同侦破罪案一样。查案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证据往往会道出每件事件的真相。破案的关键，将犯人绳之于法，靠的就是这份坚持和执着。如果你已经跟我一样，希望在这个岗位捍卫香港，保护我们的家，请即投效。